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南瓜。喵。嘿，今天又在露营区来做开箱了哈。喵。然后我收到，就是厂商寄来的东西，就是鱼尾科技，他寄来给我一个叫做 Turbo 的小型的充气汤普，这种的，看体积非常的小哈。然后充气汤普在我们在露营的时候，其实这种东西是非常实用、非常好用的东西。那不多说，我们先来开这个来看看吧。这个露营在做你的充气床啊，就是小的充气床垫的话，这个是非常好用的东西，而且这个在就是说它已经有募资平台，准备在台湾上市了。然后它这个是属于说不用插电的，它是使用电池的，使用三号电池。看一下，好像三号电池是四颗三号电池，然后就可以充气这样子。然后完全不用插电啊，所以说你在野外或野营的话，那种小型那种轻便的充气床垫的话，利用这个的话是非常方便哈，不用在那边一直吹到那个吹到天荒地老。哎呀，就对啊，好，我们来拆看看它到底长怎样 ，Go。快，首先呢，外包装是长得这样子，那它在募资平台，其实在家里我已经有小开过了啦，然后。撕破了吗？对，不小心撕破了。然后它长得就是这样子，噔噔噔噔噔，非常小的一个，很可爱。对，太小了。然后它有附这个嘴，各种形式的嘴可以去对应。看它是你的那个充气是哪一种的？然后这个嘴是软的。酷，这样子用，酷。它附的吸嘴有很多款式可以组合，然后这是它的那个收纳袋，它的 logo， 这是它本体的，就这样子。它可以标榜的是可以充气也可以吸气，非常不错。像你有那种可以吸气的那种什么真空那种收纳袋啊，可以利用这个来做吸气，也非常方便。然后说明书，这说明书上面写着头嘴，好，很好，都是原文的说明书。后面有中文的。他说那个说明，使用说明要看图示。使用说明就只有图示而已。然后就这样子，说明书附一个说明书给你。然后我们这边。本体长在这里，然后拆开放三号电池四颗，我们把三号电池四颗放进去。装上去。好吵。好，这边是出气口，这边是出气口，然后这边应该就是吸气的。被压坏哦。吹的话，它是这样子吗？吹气嘛，然后是用各种嘴，看你是什么嘴。它有三种嘴耶。三种嘴。它是套在一起的啦。有些是可以，它这边有些是那种可以转的，就是锁上去，然后就可以吸，可以吹这样子，或者吸。然后这种的气嘴，充气球用的吗？好像是吧。然后这样充。对，好。然后这边的话。另外一边的话就可以吸气，是吸气用的。这样蛮轻便的一个，来，我们实际去使用看看吧。Go！ 我们现在先请我们的一号测试员，阿白。嗨，芊芊，好，我们来，这是我们平常使用的那个床垫哈，虽然它是充气床垫的，可是有时候你夜充的时候可能。要睡觉的时候都还没有饱，你可以使用这个东西来试试看，冲冲看。先打开，然后拔压的。然后我们的这个刚好，它这个塑胶的头可以直接用不用再转接任何的其他的。这样一下就开始有空气的感觉了。那
那本来就是草啦。那只猫毫无感觉的。然后一只猫跑来跑去。好，渐渐的我们的床已经开始充满了。假如说你不是充气床垫，是那种有一般就是完全只是充气的那种睡垫的话，就用这个的话也是非常快哈。这样充起来使用，不用到一分钟就充快差不多了哈。为什么那么快？非常的快哦，非常的快哈。一个小时。好啦，可以关掉了，可以关掉了，会爆掉。在哪里？看一下。哦。不用一分钟，我这是九公分的那个自动充气哈，就已经饱的了哈，非常的好用，不错。好啦，这是这次的使用开箱。当然，它这个用途不只说只有使用在于露营的充气充电哈，然后因为它这边是一边是吹的，一边是吸的哈，然后它可以这样子把它过来放这边。那所以说，要收的时候就可以直接用，也可以用这个吸，在收的时候可以用这个吸。那也可以说你在做那种就是衣服放在那种真空袋、那种压缩袋的话，也可以利用这个来吸哈。出国的话非常方便，不用怕说没有插头，或者是露营的时候怕找不到电源的话，使用这个的话是非常好用的。对，好玩的。好了，以上我们今天的小物。露营小物开箱就到这边啦。哪个新系列？啊？哪个新系列？没有新系列啊，就是露营小物啊，开箱。没这个名字啊。好 ，OK。开箱到这边啦，结束啦，拜拜。拜拜。玩具，他努力的在玩呢、啊。三个睡垫。只要三分钟左右，三四分钟左右就可以了。三四分钟。三四分钟。三四。欠扁。好，使用完之后，他用使用他的那个随身包哈，收纳。绑起来。小小一个，就可爱的。就要这样子，抱完啊。这个啊，除了装吹那个充气垫之外，还有一个生火也很好用。赞吧。用这个吹。火力加强，使用这个小玩具超方便哦，加速火力，超乖，这样加速哦。开始，喜欢的话记得按个赞，还有订阅，还有分享，然后一定要开启小铃铛，才会定期收到新的通知哦。